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在广东清远连张村，我和贫困户陆一和交谈脱贫之际，他们真诚朴实的面容至今浮现在我的脑海。My God! My God! My God! 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度，看到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决心。My God! My God! My God!